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Des。好，国际版这边的全民性嘎机啦，就是这个《冰雪奇迹》夺冠祭典，然后昨天就开上来了嘛。那么其中 LL 的 Big Out 有六张，那么在120小时内有一个3+1的连续召唤嘛。然后国际版就是爽啦，每次都有那个 extra 的那个龙池减免这个样子。前面的三次十抽只要40颗龙池罢了，那可能因为花的龙池才120颗，可能可以稍微尝试个抽一轮吧，如果是真的是有很想要的卡在里面的话啦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啦，还有那个超感谢键，超感谢键的话，任务加登录赏总共20张，对于不想花龙池的朋友来说，那个20张抽完就算了。这次就打算来抽一下吧。对，这个就刚刚登录上1000多天了，我国际版这边。Let's go。那这边准备了120颗龙石啊，应该就足够嘛，因为在他这边就写40颗。对，前面三个阶段40颗120吧的吧。然后就有一次免费抽。然后再来就是票券这一边还有这个。然后除了那个抽那个，还有这个冰雪奇迹的那个夺冠券，还蛮划算的感觉。OK 啦，我们先把这个超感谢券给抽一抽，看有没有奇迹之券的感觉。然后 Pick Up 这一边的话，应该跟日版当初是一模一样的啦。八周年，自负值，然后技双人，然后体能双人，没记得。OK， 基本上来说是一模一样啦，没什么特别。18张的注目，然后单调几张是特别的难受啦。对，那么就直接いきます。奇跡を。最近国际版这边真的是特别的好运，所以可能会蛮夸张的，我觉得。卡梅哈梅，还是就是。因为国际版的运已经全部花在圣龙祭上面了，所以这边全部都是爆掉也是有可能。然后有点可惜的就是官方送券这一边啊，他送到20张罢了，然后只可以弃抽，然后最后的6抽啦，只能单抽这个样子。有些人就喜欢单抽啦，所以没有问题。我就比较喜欢连续抽，所以这个就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讲的话，哇，这个可以，哇，好啦，封面的四张哦，通通都可以呀，太棒了。For 国际版的账号来讲的话，对，ベジータあるよ。さあベジータ、来い、合体する。お前がナンバーワンだ。ブルー。没有金髪。这样就18分1的可能性。对，哪里的？不过 Oh my God number one 啊，来啦，没有，可以。不努力，我的日版是国际大。合体过后是这样子的东西，就有一点点的。你主要这边 ML 够多的时候就比没有。OK 啦，这个六张单抽，等一下才来抽。我们先把那个，先来抽这个十抽这边，把这个三轮，3+140抽给抽掉。对，4、5 ，Let's go。反正40颗龙石真的还蛮有感觉，就会有让人觉得好像很划算的感觉。卡梅哈梅，有一秀。然后我的国际版这一边圣龙机，然后我自己抽巴达克这张不错，我自己是抽了差不多95抽啊，然后。baby， 难道又是 baby 第一？不要跟我的字版一模一样的 baby 第一，我的 baby 已经抽到彩星了。那个单单一个活动真的是大奖不来，副卡一直爆。
然后国际版这边的那个圣龙记真的是抽到非常非常的好，对比起日版来讲的话啦，冰雪奇迹召唤券，等一下还可以再抽哎，这样等一下单抽很多哎，哎，点到了，大特爆小五，再加上北极大。不过是稳的啦，限定是肯定会有的，又是18分之一的几率。那老师这边的话会想要的是 GT 双人，我靠，真的是不会吧？马吉，国际版这边是还没踩，所以没有问题。国际版这边是还没踩，怎么会跟我的日版长得那么像呢？OK， 这个，感觉在抽圣龙机这样 ，SSR 超多的。OK， 这张大特这张等极限啊，布罗利那个时期的副卡 ，OS， 有了，OK， 你啦，嗨。喂，四五 ，Let's go！ 悟饭，你不要出来呀，悟饭！你鸡巴鸡，要不然只有克林单骑的话，那是多好。虽然说也有3 SSR 的可能，但是至少希望性会比较高一点。嗨，狗都带哦。好，我呀。不过这一边我算一下，刚才一张布罗利，注目还有 baby， 然后还有国际大，这样还蛮多的。对 ，Piccolo， 保底一张哦，起来 ，nice， 起来很棒，起来超棒的。Lucky， 那么这一个的免费抽，嗨，我们32秒吧，3 2 ，Let's go！ 亚布加 ，Credit， 还有 Birusama， 不会是 Merry Christmas， 叮叮叮。那个就欧盟瑞了，我应该是无什么可能啦。这个蓝东西是不可能的。这样大家可以看得到了，这个抽出来是还蛮惨念的。对我这边的账号 ，for 这个，没办法，上一个卡机实在是太欧了。嗨 ，baby， 不过老师这边有抽到两张注目，都还 OK 啦。又是布罗利，不过是隶属气中联的副卡。OK， 这样子的话40抽，就抽完了。等一下去领一下那个什么那个票券。嗨，九张罢了哦。官方又不 extra 送一张，这样就全部需要单抽了。先把超感谢券的单抽给抽完吧，这边就一轮过直接把这些票券啊全部给解决到完。亚木甲，皮克罗，还有小特，没有东西。这边的话总共有15次的单抽机会。Wiz， OK， 直接来了。18号悟饭普，来到4个人不是好吗？反正你都这么闪了。看一下15卷，然后在弹抽上面会不会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奇迹出现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可能考虑把 GT 双人给换出来呀。国际版这边还没有。Piccolo 单骑。卡梅哈梅，
呀、まあ、无聊。フリーザ様ですよ。私の戦闘力は50様ですよ。特朗克斯配18号。什么都没有。哇，无限的卡梅哈梅哈帝。那么如果可以爆个玻璃还不错。哎，谋。咩都谋。这就是单抽帝。哎。哦，又是 Piccolo。这一次的抽抽乐没有奇迹，不过其实已经很棒了啦，对比下来的话。Keep it going. OK, last door. 超感谢键的最后一张 ，Let's go。克里林，同样是这种小小只的，替换成小特那该多好！哇哦，六张啊哈，全部哎都是 SL 卡，哎可是20张里面有抽到那个限定卡，倒还算是不错了。那么这边就有9张了，冰雪奇缘 ，Let's go， 没有冰雪奇迹 ，Kiseki 哦，来。单抽出奇迹，单抽神教，请赋予我力量。哦，我觉得这一个他们这个机甲战队以后应该还是会再出卡的，作为副卡推出。你克拉尼讲，虽然说现在才出过他的一些比较去年嘛吼，可是后续我看还是会有的，还是有机会再出的。卡梅哈梅。去年的那个机甲战队的机身这个决心真的就是惨不忍睹。亚木甲哦，好一点激情都没有的抽卡，好无聊。给点啊之意的动画比如什么有谁呢哦，终于改台词了。哦，咕噜的，还是没有。哎哎哎，可以。哦，这个单抽第一真的是有够久。啊，又是18号特兰克斯。特兰克斯，你想对18号干嘛？一直跟他一起飞出来，让17号出来呀、啊！17、18号，那该多好。哦，米拉夫大王。嗨，剩下最后5张啦，单抽神教友。哦，天津饭，一克，我看天津饭，我一只脚趾会一起飞，好可惜。有时候这边单抽好像到现在一张 SSR 都没有，那不求注目啦，我们就出一张 SSR 就是大胜利啦。嗨。果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玩单抽、玩转单抽的。哦，又是这个样子。卡梅哈梅啊！果然圣龙记对我的国际版比较友好一些。有这么多抽，圣龙记都可以出多几张 L 号了。18号悟饭，难得。嗨，都，哦，17号，来，最后2抽，一个子，那我们结束这一次的抽卡吧。我这18号老实说真的是常驻嘉宾，对不对？一直飞出来，你想干什么？有一首，
哦，出 SSR 啦！在经历了14抽过后出 SSR 啦，这就是单抽神教。好，最后一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go，Let's go！哇，又是十八号！十八号是不是？十八号，你想干嘛？OK 啦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最后一抽就抽完了。成绩大家也是看得到啦。嗯，那吧，还可以，我摸瑞。那么就长得这么个样子啦，剩下的其实就没必要特地加抽啦，要掉到注目，其实就非常的不容易。那么要中的话更加的是不容易，当然就非常想要的朋友就另外讲了，那么这边的话，其实也是红币够的朋友的话，这边的话就已经是可以直接换下来的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我的这个里面已经满了，是 后续才换吧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希望有在抽的朋友可以顺利的单调的话啦，可以调得到啦。拜拜。